然后我们那晚上上街了嘛，来比昨天我们老公嘛，你他老白烧米呗，去买六天啊，过完这下我们就去了，来姑妈家了，送到屋头来，送来送到屋头来买皮皮，一打送来一打来买皮皮，哈打送来哈打来买皮皮，把那一送来把那一买皮皮啵，不烧不烧来，都都送奶奶，我怕点你阿妈来，我来比啥子来，不离奇的，不离阿来，我们自家送来。比如说，我哋拍定嘅时候，你哋会比较难嘅啵。因为，我哋两张来宾嘛，就攞到新地方嚟听。确认老天爷找你咯，你系谁呀？我嚟攞皮卡来呀。你呢？哪组嘛对你呀？嘞，找你老板奶奶做王呀？为什么呢？为嘛就攞到 social media 呀？乱木来嘞？你不是爱 social media 乱木闹嘛？为什么呢 ？social media 唔搞唔到，唔好搞啦，搞咩 ？50-50 呗。对啊，我讲哪里来？我讲哪样来的？我讲哪里来？我讲哪样来的？那么，就那读书的多啊，我讲哪嘛，比如某些书的多嘛，就那细的啊，对啦。那我旁边来说，人家说啊，第一嘛，讲你的书的，压力细的，是不是？第一，知道吗？我讲的那古来蛮不地来话的，第一波嘛，表蛮不地表话的，第一波嘛，太，比如说没说些米的嘛，太多的晒瓜的，晒的，人家一边跑他呀，过我，他把你晒黑呢，过我回家他来了没？他那个文蛮不地文话的。哎，我养牛的呀，你回家了，就那么上面那不把路给建了，建了。